天超山外，却有名男子坐在另一人身上，双脚控制对方双手，不让对方动弹。猛呼巴掌之外，还出拳 K 头，打得躺在地上的男子满脸是血，虚弱的想回击，但一出拳完全没什么力气，只能不断哀嚎。光天化日之下发生斗殴事件，民众目击后吓得报警。两户殴啊！警方获报到场，赶紧拉开双方。来来，坐上，哎，那个鞋子，那个鞋子。两千块，这样，后退。30号下午，北投区中和街一家超商前，两人本来在骑楼一起饮酒聊天，却聊着聊着突然一言不合发生口角，进而爆发肢体冲突。被控制在地的男子脸部红肿，挫伤出血，另一人则是手肘跟手背擦挫伤，双双挂彩送医。现场为张姓与唐姓男子饮酒后产生口角，进而徒手挥拳互殴，双方皆受伤送医。警方出动快打警力到场，将两人送医后，也到医院维持秩序，避免冲突扩大。讯后也将两人依涉违法送办。黄汤下肚，朋友间失控互殴，双双进警局之外，友谊也因此破裂。陈秋梦、黄家恒，台北曾报道。